旭俊日前登上 Lucas on the Block 时，惊透了自己在爆红前曾被说这是从哪里滚来的人引起关注。只见他在节目中表示，参加试镜失败过很多次。其实我对我的眼睛最有自卑感。出道当时，比起我这种长相的人，大家比较喜欢五官深邃的人。还曾听人家说我是从哪滚来的人呐、接着更表示，因为还收到过整形建议，所以感觉自己越来越渺小。周朴旭俊也透露，曾经对演员之路感到彷徨，时常心想这条路真的是我的路吗？不过最后还是获得成功的他也表示，把自己的全身心力投资在不透明的未来真的很难，但因为好好坚持了，所以也得到了好机会。只能说好在朴旭俊有坚持住，大家才能看到这么棒的演员以及优秀的作品呢。